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叶老师，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。那么，我们马上来开始吧。小朋友们，请问今天是星期几呢？今天是星期一。Hari ini, hari apa? Hari ini, hari Isnin. I S is N I N nin is nin. What day is today? Today is Monday. M O N D A Y. Monday. 同学们，请问今天是几月几日？今天是2020年4月27日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科目是 Bahasa Melayu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国文课本里的这一页。Murid-murid, sila keluarkan buku Bahasa Melayu dan buka muka surat 4. Murid-murid, ini apa? Ini mata, 眼睛, mata, 眼睛, mata, 眼睛。睛 ，m a 马 ，t a 塔 ，m a 塔，眼睛 ，mata untuk lihat 看 ，lihat 看 ，lihat 看 ，l i 里 ，h a t hat， 厉害，看。同学们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本上的句子。Lihat dengan mata. Lihat dengan mata. Lihat dengan mata. 眼睛用来看东西。眼睛是用来看东西。那么我们的眼睛呢，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东西。比如说颜色，五颜六色，还有你喜爱的卡通片。接着下来还能看到大自然的景象，花花草草，石头树木，花朵等等。Murid-murid, ini apa?Ini hidung, 鼻子 hidung, 鼻子 hidung, 鼻子 hidung untuk hidu, 秀 hidu, 秀 hidu, 秀 hi hi du du hidu, 秀那么现在来念一念句子。Hidu dengan hidung. Hidu dengan hidung. Hidu dengan hidung. 鼻子用来嗅气味。鼻子是用来嗅气味。那么我们的鼻子分别可以闻到香味和臭味。香香的味道呢，我们可以闻到香水味，香水香香的。接着下来还能闻到香香的菜肴，妈妈煮的香香的菜肴。那么臭臭的味道，我们能闻到什么味道呢？那就是
垃圾，垃圾好臭。接着下来，是臭臭的虫，臭虫，还有粪便，这些都是属于臭臭的味道。むれむれ、いにあぱ。いに、りだ、舌头。りだ、舌头。りだ、舌头。L I li, D A H da, li da, 舌头。li da, untuk rasa, 尝。rasa, 尝。rasa, 尝。r a ra, s a sa, rasa, 尝。句子是 rasa dengan lidah, rasa dengan lidah, rasa dengan lidah, 舌头用来尝味道，舌头是用来尝味道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还记得老师告诉过你们舌头所能尝到的四种味道吗？那就是酸、甜、苦和咸。那么酸酸的味道就是柠檬啊、酸柑之类的，甜甜有糖果啊、巧克力、甜甜圈。苦苦的味道有药物，还有苦瓜。咸咸的味道有盐，还有 cheese， 这些都是咸咸的。むれむれ、いにあぱ。いに、てりが，耳朵。てりが，耳朵。的里啊，耳朵。体意的 ，l i 里 ，n g a 啊，的里啊，耳朵。的里啊，耳朵，灯啊，听，灯啊，听，灯啊，听，底。i de n g a r nga de nga 听。句子是 dengar dengan telinga, dengar dengan telinga, dengar dengan telinga, 耳朵用来听声音。耳朵是用来听声音，耳朵可以听到好多声音，比如说美妙的声音，有好听的歌声、唱歌的声音，和同学说话的声音。相反的，我们也能够听到吵吵的声音、吵杂声，比如说哭声，还有车子鸣笛的声音。むれむれ、いにあぱ。いに、たんあん、手。たんあん、手。たんあん、手。体液た。N G A N 案，汤案手，汤案温度渗透摸，渗透摸，渗透摸 ，S E N 神
T-U-H, tall, 身 tall, 摸。Sentuh dengan tangan. Sentuh dengan tangan. Sentuh dengan tangan. 手用来触摸。手是用来触摸。那么通过手的触摸呢，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触感。例如说狗狗和猫猫的毛，它们身上毛毛软软的毛。接下来还有粗糙的石头，粗粗的表面，我们可以用手来触摸，和滑滑的表面，比如说西瓜的表皮、苹果、番茄，还有滑滑的肥皂，这些我们都能通过手来触摸，可以感觉到。除此之外，冰、冷、热和烫也可以通过手触摸来感觉到。冰冰的水、烫烫的咖啡或者是汤之类的。那么现在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重复念一遍。厉害，看。厉害，看。ひどい，秀。ひどい，秀。らさ，长。らさ，长。どんな，听，灯啊，听，渗透，摸，渗透，摸，你们都记起来了吗？好的，小朋友，今天老师的教学就到这里了，小朋友们可以多听几遍，多多复习。然后再拿起纸和笔，把每个字都写三遍。加油吧，小朋友们，我们明天见。再见，同学们， I love you.